别感谢王县长非常重视的三期棒球，让三花高中的孩子能够在国小国中接触棒球。目标就真的能够达到最好的啊！那我想这个光的精神也期许大家继续努力，我想未来在你们人生过程中也一定能够啊像这样发光发热啊！真的非县长请就位，县长以及县府团队准备了表扬状。再次感谢县长的祝贺。我们是彰化高中棒球队110学年度高中棒球联赛软式组亚军，希望大家未来继续为我们加油。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再造巅峰。谢谢大家。以我们彰中在这次全国联赛里面呢，拿到了第二名，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成绩哦。那他们特殊的是，第一个他们没有体育班，全部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，还有这个社团时间哦。那在我们的这个教练的带动之下，就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也是我们彰化之光哦。那我相信哦，有一就会有二了哈。那也期待说有这么好的成果，那继续呢能够培育出更多的好人才。那彰化县呢，这一直希望我们体育能够有三级制哦。那过去我们往往都在国小，到了国中勉强都还可以留下我们在地的选手，但是呢到了高中之后呢，通常就没有衔接上去哦，那蛮可惜的，都被别的县市挖角走。那我相信以后呢，那喜欢打棒球的这个国中国小的孩子们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讲，立志一定要上彰中，你就能够再衔接到我们的棒球相关的一个运动哦。那县政府每年大概在运动方面也有8000万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投资，那最近我们又拿出了9亿，希望把我们包括从体育场、体育馆，一直到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，那和美跟鹿港再设一座，那让我们的运动能够更加的普及化，培育出更多我们在地的好人才。那再一次的谢谢校长，真的跟老师们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没有体育班能有这么好的成绩，表示我们彰中的孩子们真的是云文云武。那只要他们愿意，我相信下一次全国绝对是我们的。发名给我哈，谢谢县长。大家稍微再靠近一点，大家稍微再靠近一点。以后你们当国手、当世界的，我这一个名帽子就有价值了。好，各位掌中人，听到，燃烧棒球魂，彰中向前。县长祝福所有队职员百尺竿头更上层楼。接下来拿什么那些？那个国手他们的一个签名的，啊，留在这边，期许说你们未来也会多出几个国手。有非常难的，不行，因为他那个球吧，往前，对对对，因为那个脸没有挡到，对，好，来，谢谢莱肯公司提供了球队最实质的、有更多实质的帮助的公寓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也来到看球，好，再次再比个赞了，换前面哦，多多益善，谢谢县长。